澳门世界杯男单淘汰赛拉开帷幕，熟悉的七局四胜赛制回归，马龙对阵菲利克斯勒布伦的比赛，双方排名差距只有一位，但年龄差距达到了18岁。事实证明，姜还是老的辣。虽然不是一个时代的选手，但马龙的手感相当了得，本次比赛状态也很出色。在小组赛连续横扫两位00后小将后，又给这位新生代的佼佼者上了一课。马龙强势晋级世界杯8强。稍早结束的一场比赛，小组赛低开高走的林高远面对斯洛文尼亚名将达科一度高开低走，前三局霸气拿下，一记超神的放小球引全场欢呼。然而之后比赛风云突变，林高远连丢2局陷入危机，好在及时调整，拒绝被逆转的噩梦，11比8拿下第6局后，大比分4比2也晋级8强。